哥们儿，你快站！你没事吧？没看见我正在工作呢吗？没关系，杨魂斗，他看不见我。这谁呀？是这一片的土地婆。土地婆你知道吧？替男孩担保，女孩写什么的，活琐碎着点，可得有人做呀。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？你到底谁呀？我答应实现你曾经许下的19个愿望。这么厉害？我有狗，见鬼！哎，你干嘛要整我呀？你6岁那一年，希望永远不用再姓高。没错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兄弟，我重生了。多少钱？单子有啊。我为什么不识数了？都是你自己许下的愿望。快说，3-5得几？3-5长什么样啊？你的愿望又实现了。处理婆，你出来吧。没事儿，我这叫因材施教。挺时尚啊，陈老师。你现在想大了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大哥，我是干快递的，多恐怖的事儿没见过呀！你见过这样的吗？我叫秦建国，那个别傻乎了。